这台太空自动烤猪炉是我们公司研发的。This is This is the automatic pig oven produced by our company. This 台炉是全部是钢的。This oven is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是有两层夹层保温的，里边有一层夹层那个不锈钢。There are two layers to keep the temperature, keep the heat. 打开。它的自动打火吧。这台机目前我们是人工点火的，可以做自动打火的功能的。是人工点火的。This machine is manual fire. 这台机是我们做成自动旋转、自动旋转的。And the pigs are rotating automatically. 这台机呢，就是那个可以架挂四个十公斤的中猪。It can hold four pigs of 10 kilos. 两个30公斤的大猪。Or two of 30 kilos. 这个机一转动的时候，这里呢都会自动把它搬旋转的。The baffles can rotate the pegs automatically. 现在呢，那个我们有自动的调速旋转。The speed of the rotating is adjustable. 往里停留点。那个这个有减速电机调节。You can adjust the speed. 调节快慢。这个调节就把猪的这火烤的火跑得均匀。In that case, the pigs can be roasted evenly. 这个结构只有我们公司做的。现在就把那个这除下来，除它点火。或者挂喺烧锅咁零零下烧啊嘛。你加唔加油？你哋有冇睇边个攞味嘅？你先炒啊！刮了四个重量，用砖头刮个四个重量，砖头刮是三寸半。这个是点火的点火头。模火。模火。先这里点了模火。先用这个火点了火，再点着这个。点着这里模火。你最示范一下，黑的最是示范。用打火打着，要烧红，烧红点火模火点着。看一下这个。就调节这个大小火，着了。停着，那没到。哦，嗨嗨，这里边的火就均匀了。放个炉头咯，放个炉头咯，这个炉头。赶紧上火啊，兄弟，打哪一些呢？打哪一些？
再停住。呢个路头到拉婆关，因为内火转唔整呢个路头。三门门 ，cross the door， 这是温度探测。关上门，关上关，关火了，这煤气关了，这个温度探测。曉明啊，你講呢個結構係我哋公司獨有嘅設計啊，這個設計是我們公司獨有的設計，其他公司都是沒有的。這 Only our company has this kind of design。這個自動，我們就用減速機來調節的功能，只有我們公司有的，其他公司是沒有的。